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 NBA 常规赛1月10日继续进行，独行侠这边理查德森、芬尼史密斯和布伦森因隔离缺阵，魔术方面富尔茨和富尼耶因伤缺阵，最终独行侠以112-98战胜魔术。首节开始，魔术在武切维奇的带领下以8-2开局，东契奇连拿5分，助攻哈达威3分，一波8-0反超。武切维奇跳投扳平，但是独行侠又打出一波11-2拉开分差，随后双方你来我往，互有得分。首节战罢，独行侠以36-27领先9分。次节上来，东契奇率先挑篮得手，但是随后魔术连续强攻内线，得分一波6-0缩小分差。各拿5分后，克勒贝尔和伯克连中3分扩大领先。魔术这边培根连拿4分止血，双方又是一阵对标后，克拉克的3分将半场比分定格在了56-50，独行侠领先6分。一边再战，双方上来手感不佳，魔术这边断断续续打出一波12-0反超比分。半节过后，独行侠这边终于由哈达威跳投，约翰逊3分打破僵局。各拿2分后，哈达威发威连中3分，率队一波11-0重夺领先。魔术这边迅速回敬7-2破境，但是哈达威和东契奇又连中3分，帮助独行侠以85-75领先。10分结束三节，末节开打，双方上来你来我往，互有得分。伯克和东契奇突然发威连中3分，但是武切维奇利用个人能力连拿6分回敬。独行侠依靠连续造杀伤罚球拿下5分，稳住局势。武切维奇快速三安抚，但是独行侠这边哈达威3分，东契奇跳投领先到16分，锁定胜局。魔术这边武切维奇30分15板，戈登16分5助，罗斯11分，伯奇12分8板。独行侠方面，东契奇20投进7中，拿到20分11板10助，哈达威36分，伯克29分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